和地铁女孩约好每天7:20见面，可是工作时间呢是早九晚六，没什么问题吧？没啥问题，没啥问题。那你明天方便入职吗？明天是吧？明天方便，方便。啊，跟你说事儿啊。嗯，咋了？我过两天可能就不能给你坐地铁了。为啥呀？我找到工作了，新的工作，朝九晚六，6点下班，可能等不到你坐地铁了。那你这什么意思呢？你不说吗？下次遇到你，然后可以加你个微信吗？那就不行呀，那就说明我们现在缘分还没有到。那你不说呢吗？下次遇到你就可以加个联系方式啥的。嗯，这样吧。一会儿这趟车过来，我从这儿上车，我随便找一站下来，你要是18分钟内找到我就可以加联系方式。行。先偷偷从别的门搁上车，车上也好，先上扶梯，再下楼梯，再假装找着他很久一样。什么？哎，你在这儿啊？你怎么过来的？你也是坐地铁来的吗？我坐啥地铁啊？我怕找不到你，我就跑着过来的，一路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这回能加你联系方式了吧？行，那手机给我吧。我叫路遥啊。